出景安站之后，对面的景国旗有点临时临日。这种里面的轨迹里面，地图上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左边一颗，右边一颗，二三四五六六角的亭子，国旗林。象山系就是对面那个棱线啊，烘炉第三，我们接下去是外烘炉第三。你是圆通禅寺的门口。圆通禅寺，山海拔277公尺。太极岭真是这么漂亮，预约樱花开的时候可以再来。今年开多啊，我应该爱开啊。到出发后的5个小时，走了快要10公里，继续努力。